Why Kazia？ 来欢迎我自己。Hello everyone， 我是 Kazia， 好久不见。耶，哎，上个礼拜是大内，你有看吗？对，有啊有啊有啊，我全程跟完。全程看着我们家大内会不会做出什么失礼的事情？应该是不会。大内算你的后辈吗？没，不是后辈，不是前，他在配音界是前辈，但是他就是我们那个配音团队的其中一份子。我说的会失礼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叶子应该很了解，就是 why。就是喜欢 BL 的人，就是在谈论到那个 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会突然就是想要把这周遭的氛围一直往那个地方带，比较亢奋。对对对，亢奋起来就会。那天因为我没有跟他共鸣到，所以就是没有那个哇，他自己又降温了，对，有压下来。其实那一天是，其实那一天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他感觉一直要爆出来了，就是他感觉就是。因为叶子身上也跟他有一差不多的气息，就有很多腐女啊，对对对，然后就是如腐的气，腐腐会得症嘛，你也看得到气吗？对对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叶子不小心蹦出什么关键字，他们两个就会自己进入某个小其实有，我那天本来要想要 cue， 但我又觉得说他们两个一定听不懂，对他们两个会在旁边，或者两个就在旁边这样子，因为那时候他好像有写一个什么他最喜欢的。角色鸟海，對對對對對，我想说是不是鸟海浩夫？对，就是鸟海浩夫，就是那个声优，声优，声优嘛。我想说，我只要光讲这个，我就应该可以跟他聊很久。没错，你只要跟他讲说啊，他在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东篱剑游记》里面表演，真是太棒了，他就跟你讲。这两个人就会哦，好像也是可以啦。如果你们要的话，没有那个重点，那个东西出来的话，只有你们两个会变很轻松，我可以随便领钱那种感觉。对，好爽！我想让你们那么轻松啊，对不对？做的蛮好的，真是没有。下次我们就准备一个这样的单元。没有，如果下个月，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真的主持真的太累了，你就跟哈鲁讲说啊，不好意思，我下个次要再发大内来，然后你就让他们两个开始，就是说这一个自由发挥，你们两个都没睡觉，这个就叫。虎当家，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可以，是不是，反正 LD 现在是企划，你是企划，好，我们下个月应该就有机会有这样的，还是你下礼拜弄个一趴，就是推荐 BL 的动画作品，这么快，下周就要来，下周就要来了，下周就直接看到两个人在旁边睡觉，是的，我是不是直接睡觉，戴个眼罩。好哎、欸，然后你们聊到什么要需要共鸣的时候，我说啊，对，太棒太棒了。然后就讲说，哎，你可不可以把你们画到变的作品？可以，都可以，要卖要分钱。对对对，好像可以接受，我们看还是看一下好了。OK， 我怕他们特别准备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聊，有点可惜。是吗？那你跟大内的交集是算多的吗？还蛮多的，因为平常就是他是配音员，那我们配音员其实有的时候会对戏嘛，就是有的时候像之前我跟他第一次认识，就是我们两个同时去参加一个同人作品，它是一个那个独立作品，就是那种就是可能你们自己做了一个同人设定，然后它有个男主角女主角，然后我就是男主角，他是女主角，可是他是日文的，所以台湾会讲日文的男配音员偏少，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认识，然后平常有的时候也会在同个配音室突然就遇到，哎，来配音哦，干嘛干嘛的这样子，然后现在礼拜天一起开台啊，开配音员之夜，每固定每个礼拜天吗？对，固定每个礼拜天。对对对，什么没有看到过？嗯，应该是那个时候你也在开台。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在开台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看一下我有没有朋友在开台。那个时候你大概都是在玩《魔物猎人》之类的。大概我们是10:30，固定10:30。哦，那难怪。对，时间点通常我是没有在看东西。对啊，戏地我理解。没有错。但大内本身自己是没有。接触过直播界的他没有，他其实我只能这样讲，就是配音界，就是我之前在后台我跟你们讲，配音界是相对稍微有点封闭的环境。那他们对于一些新媒体，其实最近就是我为什么会开始做实况，其实有一半的原因是直衰嘛，然后一半时间也是为了要配音，因为这个东西他们不知道新媒体可以这样操作，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其实很喜欢跟观众互动，但是在跟观众互动的平台，他们不知道哪个地方可以做。那其实实况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因为配音我们可以在实况上，我们就常常有一个，比如说观众给我们个小短剧，或者我们什么都不用想，我们就一个小短剧，然后就用声音这样直接演出来了。对啊。像有它的乐趣在，蛮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都会变很奇怪的东西。那你自己有在玩我们上个礼拜玩的那个吗？你说配音秀吗？配音秀城市之，通常都是有人拜托我才会玩的，因为其实平常私底下练习，比如说配音的东西，你就可能去看一个电影，
然后或者是看一个动画，然后你就会开始去试着去讲一些东西，把那个情感带入，反而就很少用那个手机，因为那个感觉是比较不是配音界的人会去玩的人玩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就会配出来一个东西，但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自己直接看着戏剧就直接配出来了。那像大捏这样玩的这么开心，算比较。你没发现他那个时候说，那时候说，这个好像真的很有趣耶，回去可以玩。哦。就是因为他其实他知道这个东西，可是没有玩到他真的这么深入过。哦、嗯。对对对，就是他们其实自己私底下也会乱配一些东西啊。他们现在有一个自己的那个粉专、嗯，然后他都在配那个 FGO， 就把 FGO?、他把 FGO 的不是里面有那个剧情嘛、哎，他把直接截出来然后配音。哦、嗯，对啊，好像也是有他的乐趣在。对啊，就很有趣啊。不过我没有看到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蛮红的才对。是特定角色吗？其实就每个角色都会，就每个比如说配音员都会单纲几个特别的角色、嗯，那之后就都由那个配音员配这样子。嗯、但是那个就是同人作品啊，就是同人作品，它不是官方的，可是还真的是没看到过。我回去丢一些链接给大家，不如丢一些 YouTube， 或许还可以红一点。哎呦，对对对对，就是可以有效的曝光，应该比较好。可是像这样，你们自己在台湾有接配音案子啊，这样配同人没有问题。有个小小的问题，我之前曾经害我们那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叫做贾文安的被警告。贾文安就是他小安嘛，他是那个Overwatch 那个 Lucio 的配音员嘛、嗯，那我在实况界突然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精华，就是那个我们用游戏内的声音、哦，然后去玩 Overwatch， 然后跟对方对话嘛，嗯、然后中间就是他就是讲说，大家看我好厉害啊，然后我就配了一句用 Lucio 的声音说，嗨，温斯顿，你今天靠枪了吗？然后就是用那个声音一讲出来，然后因为跟他太像了。然后暴雪就直接发函说，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对，你不可以用角色的声音去讲这些东西，就是这个角色是有他的形象，你在台湾就是代表这个角色，你如果用这个声音下去的话，齁，就是不可以，自己后果要承担，因为他就是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形象嘛，不然你抢那个莱因哈特乱了，吃我屌，这种东西出来就会有点。然后，但是后来我就直接去跟暴雪，因为暴雪跟我们算蛮熟了，澄清说，那是我，那是我那个不是贾文安，那是我，真的很抱歉。所以像这样子你就没差嘛？我没差，就是他们并不会要求你这样子。就是因为我配的角色大部分都是像我配白猫，然后配一些大部分独立作品，所以我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嗯，对对对，但他们会。假设像暴雪的那些就是中文配音，对对对，比较大公司就会，他们有那个身份存在，对啊对啊对啊，真是麻烦，我真的是很怕。我们之前讲说可不可以用那个这 Overwatch， 因为国外会这样嘛，国外像 Overwatch， 它其实很有名的一个点就是它的配音员私底下很熟，他们有时候就会用他们各自的声音，然后突然一些很有趣的小对话，比如说托比昂跟那个 B 机说啊，你的那个装甲包怎么会这样啊？就反正就是英文讲。我们想说台湾应该可以吧，后来发现连美国都被警告了。哦，美国的配音员就是暴雪说，哎，你们不可以这样哦，因为这样子有点。哦，我以为不要讲到新三色就好了。他们一开始是这样讲，但是因为麦卡利的配音员在公众场合用麦卡利的声音撩妹。所以那这就是他的声音嘛，对，就是麦卡利的声音，是观众请他讲的，就是说，就是他用麦卡利那个很沉稳、很成熟的声音，就是在对台下的那个女孩子撩妹，然后就。那可是那终究是他自己的声音啊，你的声音被暴雪买下了。对，因为他那个角色毕竟是暴雪的，要付费啊，要付费啊，真的要付费啊。好，也是可以，这也算是一种长期约吧。对啊，对啊。那像这个有就是终身的了吗？还是到什么时候？其实他只要是那个角色还存在，就会一直跟着他。还存在？除非那个游戏，除非那个整个，就算那个游戏可能已经就是结束了，可能还是要尽量不要用这个角色的形态去讲这些东西。这也太划算了。就是，可是因为配音员其实就是身上会有很多不同的 case 嘛，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讲，这已经是一个业界的常态，职业道德了。哦，对，我们不能，我们本来就因为他那个角色虽然是我们的声音，但是那个角色的版权，这个角色的灵魂是在那个作品里面的，我们不能搞坏他的作品嘛。是啊，对啊，对啊，也是嘛。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像有一些那个漫画家，他自己画个漫画，然后又去厂刊上面出一个 H 漫版本。哦，对，对对对，我没有办法这样。我没办法这样。哦，这样我懂。对对对，懂了哦，这样就懂了，对不对？大致理
界。可是如果他是就是单声线的，就是他不是那个可以变很多声线的，那他如果配这样的角色怎么办？啊、他日常生活。所以你没发现像刘杰老师跟那个大冢明夫他们都不太敢在公众场合用那种声音讲话吗？就直接都不太讲话。你看那工藤新一、犬夜叉那个声音都一样。都一样。我只要讲一个，直接毁全部一起告他。啊、真的、欸，他不能讲话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能讲话，就是不能讲太多五四三的。这也太好笑了吧？痛苦哦，直接被上加對對對對人生的乐趣。直接你看，就是他们那个声线的差，因为大部分像绿川光好了，绿川光他也是一个日本很帅的一个配音员嘛，他就是大部分男主角声线什么希洛啊那些主角声线很冷冽的那种都是他嘛。那他如果今天用他那个声音，然后开始故意讲一些很糟糕的话，大家全部告他。不会啊，他也配过不少。他还有用过假名去配那个啦。H 的。终究是假名，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一听就知道了这个。没有错，那个声音就是他。其实这个就是配音乐，以前可能声优界还会说这个不要就是双栖这样子，但后面已经啊，算了，大家都双栖，改 OK 就 OK 啦。哦，反正不要看起来，不要被告就好了，至少不要看得出来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听出来就算了。没有这样子，你有接过类似的吗？配十八禁的。好像提到过，你有BL BL、啊、有 BL， 但是就是有 BL 的内容，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旁支十八禁的，就是一般像的没有，但是 BL 的有，但是 BL 的内容就只有用撩妹的口气去撩男神这样子而已、哦，也没有后面的那种就是比较激烈的。那中文砰砰砰砰就没有，砰砰砰砰砰，裸体上面是那个刀剑乱舞的那个刀子呢变回原形，就是这样交流。谁的是砰砰砰砰砰砰砰，互相撞击应该也是一些啪啪声吧？哎、欸，我不知道。但真的委托你配，你会排斥吗？如果他不要，就是我会看。我通常配音的时候，就是像上次大内有讲，他们大部分比如说到配音室的时候，他们是不知道他们是要配什么角色之类的嘛，对不对？那但是因为我跟他们的身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是全职配音员，那我算是比较像兼职的配音员，所以我通常都会在接这个 case 的时候先去看一下稿，所以我看这个稿件的内容，我觉得我 O 不 OK？ 那我如果觉得 OK 的话，我就会配。啊，所以像这一类你就不配了嘛。有些太超过了，有些它内容会有点，我觉得就咿呀啊，那干嘛干嘛？极限在哪里？你只要进到双方都脱光光的状态之后的都不行。脱光光后续他们可能在做俯卧撑，可以啊，搞不好你可以用那个概念下去，脱光也可以啊。对，就是都还算可以接受，但是因为它有些真的是太露骨了。太露骨，他有些那个讲的话就是有点 dirty talk 的那种，那个我就觉得有点太，因为你想想看哦，因为大部分配音他像我这种就是他是要买你声线的人，那我的声音就其实大部分来讲其实算好认的，那他如果叫我去配一些 dirty talk， 好了，假设 dirty talk 就是讲的很脏，我要干死你那种东西，然后用很性感的声音讲出来之后。啊，那个被截下来就截下来了，你知道吗？对啊，对对对对，你之后就看到那个抖内，就是有某些那个实况台上面的那个抖内，那个一跳出来，我干死你！哎，这样我跟你讲，抖内会暴增。对对，真的，其实我觉得有他的，我立刻过去抖爆。我可以抖爆你，我可以在我的实况台这样弄，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用商业的行为去做这东西，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啦。那你如果收费，对啊，你收费啊，他弄你就告他，他让我录一句，如果他付我20万，我就录。20万才录，录20万，10万呢？录，十万直接对折，可以啊，这样可以啦，划算的交易，10万买一句，我要干死你，对啊，可以，那再低呢？你还能接受吗？不行，10万最高，十万最低，啊，十万最低，十万最低，95000也不行，九。你要看是谁付的，好不好？如果在一家，你想要用什么方式再跟我讨价还价？是用，比如说你出了一个作品，然后你叫我去的话，可以啊。哎呦，没有，不是作品，就是只是一段话而已。那多长？就可能，对啊，这要怎么记？对啊，你要怎么记？因为一般来讲，配音员是时薪啊，就是我一个小时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啊？那你如果说一句话的话 ，OK， 我算一个 project 价给你，可是你叫我去，我就录。就是不是每个人叫我都会去录。那 LZ 呢 ？LZ 你希望他可以，如果是以朋友的立场的话，算你25万好了。比较贵，便宜，
划算的交易。哎、欸，你要想想看，现在你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实况主了，你还是个麦卡贝的员工，对啊，资本那个口袋比较深。如果我麦卡贝有要出这样的计划，我不再联络你好不好？为什么你讲的好像我在勒索你？我在联络你好吗？對對對，我们是有机会进展的，可以可以可以，而且一堆朋友要上节目之前就跟我说，你们要小心 LZ 问了什么我奇怪的问题。你也想你喜欢吃草莓吗？这么喜欢吃草莓？其实可凡回去的时候跟我讲草莓，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凡跟你讲，可凡跟我讲，然后他在那个 IG 上面发说可凡，我就说这到底什么东西？我最近一直听到有人讲，他说你不知道吗？你下次去节目上 LZ 就会问你了。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现在很好查了吧？而且我没有特别，没有人会特别去查这个东西吧？多的是哦。来哦，实际上，哎、欸，好像也已经快一个月没有了，所以要进入过。要吗？我觉得你要问吗？没有，我没有啊。你那、啊、反正简单来讲，他就是一个在酒店里面喝醉之后的。你在酒店喝醉问人？不是，是如果对方喝醉的话，我们可以问他这个问题。这个形式啦，他是一个就是比较偏向。稍微有一些性暗示的心理测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告啊？我们法务很厉害的，真的，你怎么到现在还没被告啊？要么法务很厉害，要么目前为止的来宾都要么法务很厉害，要么就是你付的钱很，其实私底下付很多，真的是没什么钱。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因为那个其实也有点久了，它又长，我觉得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再多一点可能就没有这么多乐趣了。没关系，就是不要被一个特色定型。对啊，对啊，等一下私下。有兴趣再问。我们开始找其他水果了。下次现在冬季越来越近了，开始变橘子吧，我看。冬季要吃橘子吗？可以。草莓本身也吃不多、欸。草莓本身也是个冬季食物啦。草莓是春天的吧？草莓冬天呢、啊？是春天吧？冬天，冬接春。哦。冬季还是多了一点。我看来是没吃过草莓的家伙，还可以草莓。我记得我都是春天在吃草莓啊。好，快结束是吧？冬天结束之后。好，在前阵子斗魂的时候跟叶子 cosplay 了。哦，对，那个是怎么样？是好像是你人生第一次 cosplay 吗？对，那是人生第一次 cosplay， 就是正式的，而且这么正装的，就是完整的造型出去。嗯，啊、其实蛮适合你的、啊。我们那一天啊，因为他的那个假发，我觉得戴假的很假，所以我就建议说之后用直接用抹金黄金色的那个发蜡，还好他家有。对，就因为那天早上临时买不到。全金的发蜡，为什么你会金色的？那个之前，因为我家里面有很多那种，就是我们选手，我们联盟比赛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些可能剩下，比如说什么护肘啊，然后在现场可能就没有收走，然后会聚集在我这边，因为我要收场。然后那个金色的发蜡就是其中一个，有人在做造型的，然后没有收走。那个也知道是谁的吧？就看谁头上有抹。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还有问到底是谁的，然后我们那个里面都没有人回答说这个到底是谁，没有人想承认，没有人想承认，也没有人头发是金的，就对啊。我们联盟里面到现在没为止，你去看我们比赛也没有看到一个任何这个金色的，还是国外的哦，国外的也不用金色的、啊，没有用过金色，那到底哪一代？所以就搞不好就是有人买了 UB， 然后一上去觉得太羞耻了，不用了，索性就不用了。刚好那个可以用，那个弄上去真的很像那个紫禁之巅会出现的那种发型，头发你知道吗？金色是啦，而且我是全金哎、欸、的。而且叶子超好笑的，因为就是他叶子那天，因为他那个时候来，他身体比较不舒服，然后就有另外一位我们的朋友，就是他是帮我们做衣服的一位 coser， 他真的很厉害，他骷髅你应该也认识，然后他就是过来，然后帮我们弄妆，然后就是他说，哎、欸，你这个金可能要很多呢。然后我想说很多这样，那一般来讲发蜡不是这样吗？就弄起来，然后把它对不对揉开，然后那天骷髅是这样，整坨，啪，硬起来，然后我那个头上瞬间变超重，你知道吗？就本来是这样子嘛，说啊你帮我弄一下，然后突然金头发，真的，哎，就还蛮不错的啦，不是假发。那你觉得以乐趣来讲呢？我觉得，哎、欸，因为我本身不是 coser，、那我觉得就是 cosplay， 它其实是要扮演一个角色，所以之前其实很多朋友找过我，就是跟他们出团啊，干嘛干嘛的，但是我都没有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些他们找我 coser 的角色，我很难演绎出来，就是我觉得我就算去装的扮的跟他一样，我也不会是那样子的角色，但 Ed 这个角色。我觉得我还算可以，蛮跟你形象蛮对，而且他的我还去道馆去练习他的那些
攻击动作、大部分都做得到，除了那种就是空中飞下来、没有那种做不到，超能力攻击法，对，丢出一个紫色球 ，free skill 那些都不行，对对对，我还有就是可以啦，也没有看过其他女 coser 真的。拿就是召唤什么冰块之类的，但是也不一定啊，就是搞不好后置可以出来嘛，对不对？后置啊，是可以，是可以，那绝对可以啦。反正就是这个角色，就是因为叶子很早以前就跟我讲过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大概每见到他一次，我都麦卡贝只要遇到一次，就是我可能礼拜三还是礼拜一，然后我来这边遇到叶子，叶子说，哎、欸，卡子啊，哎、欸、嗨。要不要扣子啊？那现在就要不要跟我扣？然后后来就是在斗魂前两个月，他突然讲说我要去那个我要 cosplay 那个 Fork 这个角色，那他有个搭档就是那个 Ed， 我真的很想出 Fork， 你会跟我出？拜托你跟我出，就这样子决定了。我就跟他说你人就来，东西我都帮你瞧好，你人来就对了。传便便，真的真的，我都好，我都已经讲了这样，我不讲感觉好像是我的错一样，来着装就好。对对对，所以也是麻烦哎、欸。像我的话是绝对不会妥协的人。可是因为你知道，就是都已经有个朋友已经讲成这样子了，那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在不动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因为叶子呢，叶子跟一直讲说，就是拜托你，而且都已经讲拜托了，我说好，心一软，叶子拜托我也不会理他。也许我们并不是这么的，真的。其实你们没有很熟的人。他昨天玩游戏也没有想到要找我，他先入为主觉得我在玩别的。我有啊，我有看到啊。不是你不是在工作吗？我想说这样不好吗？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太熟才会这样。哦，对，因为太熟反而会太过 care 你的一些东西。哎、欸，而且我也不是随便弄个角色给你啊，我就会找跟你形象很符合的。我相信啊，但是我还是不要。真的吗？我并不想。那你觉得如果以他的状况来讲，有哪个目前你觉得角色最像他？地友，真的假的？地友像他吗？我的膝盖已经顶不住了。你跟我说，来，你现在看镜头，卤蛋，你现在看着镜头，你跟我讲说，他只有截头，然后把那个其他鼻子弄上去。你说像《玩具总动员》那个弹头先生，我觉得还比较像。Tokyo Tomale， 你跟我讲，然后弹头先生也可以喊啊 ，Tokyo Tomale， Tokyo Tomale。现在EA合作很多，好啊。不要，谁打舅舅？弹头先生头上的那个帽子换成一个爱心光环就可以了。对啊，胜不胜？再戴个金色的假发。当然还是不要，其实。No， 因为我觉得麻烦啦、啊。我现在我是一个为什么会麻烦、啊？就是、麻烦、啊，我要整装，我要穿衣服，所以东西都帮你弄，我连人都帮你搞定好。如果你那些东西它是类似钢铁的那种，合起来打开就已经好了，那我就做。哦，等一下，所以你知道 cosplay 放合金是不是？对，你可以 cosplay 放合金是不是？要进去，哇，台糖显金。所以，我刚好手边有个很适合你的角色，钢铁的台糖显金。你知道那个快打五有只角色会窝在那边，哦，你说布兰卡最近出了一个布偶装，挺适合你的，好像可以啊，穿布偶装，对对对，扔进去，哎，那个拉链拉起来。你就只要在那边，就拿电线电他，还可以这样。不是，为什么你要想那个结束之后，你跟人家讲说那卤蛋，你里面是 LD， 人家也不会知道。没关系，就这样才好玩。就这样，我很努力。他就会变成像之前那个网络上有个很有名那个 GIF 档，有没有？就是一个那个粉红战士，他打到一半被弄下来，结果里面是个大叔。那也可以啊。对啊，他讲说啊，这里面是卤蛋，一弄那个头部，我说一下还是 LD， 然后 LD 脸就变成。不会啊，那就用大麦克嘛，拿下来也不会认出来是我。啊，也是。是啊，但你没想到里面还有另外一层面具吧？想不到吧？其实是大麦克，重点是好玩啊，好玩就好。你想想，你可以在布偶装里面做任何事情，你可以这样哎、欸，他那个有个动作很可爱。我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就是打完之后然后这样。可是，在场是不一样，对，他有个。我其实不知道布兰卡到底会干嘛。布兰卡他现在在这一代有个摔技很好，就是摔完人抓完人之后，他会瞧人家倒在地上嘛，然后他会对镜头这样。没有兴趣啊，暂时是没有兴趣，以后再说吧。好，好，哎、欸，最近有看到你跟我们特哥史考特啦，开始有一些业合作。OK，、对，有你的那个影片几个都露出来了。哦，咒月，咒月，是的。那想要分享一些相关讯息吗？就是咒月它是一个职业摔角跟那个打击乐，朱重庆打击乐。就是我们一开始。思考特子跟我讲打击乐，我想说音乐应该就是音乐这样子，因为他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后来我们到现场之后，我就发现我们好像上贼船了，因为是朱宗庆打击乐，你知道吗？很大咖，哎呦，
哦，好，那职业摔角成语那个就是成语那个打击乐应该会蛮多很多，因为他是上一次他有第一次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就是你们一起来，就是6月24号去那个市民会馆看我们第一次比赛那一次，正好都有跟人一起，他就觉得说那个现场那些声音真的很棒。然后他就跟我策划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是后置了，我们后备了很久，就想说要怎么样让他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嗯，然后呢，中间就有一开始有一个核心价值，就是那个现场一定会有个擂台，然后要在擂台上面打出一个有点像交响乐那样子的东西，用擂台的声音啊，跟我们职业摔角一些动作打出来。可是后来就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些乐手，当他们要练习职业摔角的时候，他们很痛苦；然后我们练习打击乐的时候，我们也很痛苦。对啊，我是自己领域的时候都特别痛苦。你知道那个隔行如隔山，山现在应该是海了，不止。就是我们打那个打击乐哦，然后中间有一段很好笑，就是他那个他教我们说，因为你们不是专业的乐手，所以你们就打一个固定的节奏，就咚咚咚咚咚，然后可能中间后面会咚咚咚咚当咚咚咚当咚咚咚当咚咚咚，然后反正就是变了很多东西。然后对于一个，你还记得之前有一次那个Gamania有办过一个那个慈善活动，然后有那个太古达人的那个现场的那个演出，然后叫我们一起去参加。对，有。我是被观众说是靠气势在打的人，就是我气势很猛，可是打了全部都不对的那一种。正常又不会打。对啊，就是全部都就只能到靠气势在那边打。有气势就不错了。然后打到后面就觉得已经开始怀疑人生，因为怎么打都是会多一拍或少一拍的，因为自己要念啊，你脑中要有这些东西。然后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后来就是斯考特有一天就是跟人讲说，我们中间有一段东西叫对句，对句就是我这边打一段。然后你们也打一段，就是乐手打一段，然后职业摔角选手打一段，所以我们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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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换你们，然后他们就这样 ，OK， 换我们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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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换你们，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我们四个选手都就这样，这不是都蛮正常的吗？正常正常，我们可以回家了吗？可是这些东西有需要磨合吗？就是哎，其实各玩各的。其实还好，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是有对的那些东西，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专业都是还在各自的领域上面，是啊是啊，所以还好。但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东西才会有趣嘛。你不能说今天如果打击乐跟那个职业摔角合作，然后两边都是各自做各自，那就不是 club 了，对不对？也是麻烦的，我也觉得 club 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哎，我觉得 club 它就是因为危险，所以它才有趣。因为它危险，所以它中间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去试着去配合对方。那但是因为这样的东西，两边就会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因为危险，所以你会找到共通点。那你要怎么样去合作，弄出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会去思考的。所以其实这一次奏乐，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蛮期待的。对，蛮期待的，因为我们会有第一个是现场。会是真的有职业摔角的比赛哦，然后但是又会有非常正宗的初中性打击乐哦，对，所以你要想看这两个东西，而且我们两个又是声音都很大的，我们职业摔角砰声音就很大了，我们可以把那个弄成一个乐章，配合起来就会有相当的意思。我这边有个底霸，我们可以看一下底霸细底，有些就是你自己练习一遍，对，我们四个选手。就是练习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打完我觉得没错啊，然后就为什么突然心停了，就是气氛就怪怪的，就所有人都看你那种感觉。你都没有注意到说我刚才多打了一下，对，然后所以后来就咚，然后为了要让他觉得哎，没有，我不是故意要打错的，所以我就咚。是，我觉得这个都超危险的，就是会很有趣啊，对，蛮有趣的。那他什么时候会出现？那目前是9月15跟16号会在那个，很近了，是不是？快来，左下有那个购票的，居然有购票资讯呢。购票这个叫什么 ？QR code，QR code。我们不是说有话可以来，有底霸一类的东西，好像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就是你现在粉丝团跟斯考特的粉丝团好像都开始分享相关，对，就是差不多，其实稍微有一点点晚了，就是分享这东西，因为之前都还在忙其他事情，大赛啊，一些有的没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再让两个活动就稍微有点一直在宣传，观众会疲乏，所以我们现在才开始宣传。不过有兴趣的是真的可以来看一下，因为真的一定还蛮有趣的。确实是晚了点，只剩下2个礼拜不到，应该就对。我们今天卤蛋当家结束之后，
后天就进剧场开始排练，就是开始就要一直不断的去练那些叭叭叭叭叭一堆东西。那你们资讯有相关的大型网页什么的吗？目前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而已。我们也有底霸，对对对，上个两个人的 Facebook 有吗？双方的粉丝团，对，这两个粉丝团，史考特的风应该就有了吧？史考特的风，对，应该是下面就有，对，建议搜寻卡子雅应该比较容易，你直接打二王卡子雅就 OK 了，打二王应该就可以出现了，应该也不用再 care 那些东西。CD 那双方粉丝团都有分享相关资讯，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哎购票入场，没有错，看一看在哪里啊？目前是在那个松烟，就是、oh. 啊，就是斗魂的场地，是、oh. 哦，就是斗魂的场地，那蛮大。我们上次去斗魂就是刚好现场场刊， oh. 也是有赚啊，对，赚，就在松烟，就在松烟。OK OK， 那这个相关资讯左下角购票的这个 QR code。如果想要看我们那个四个摔角选手那狂揍史考特的话，就哦、oh, 对哦，还有那一类的影片，就是反正我们会，我们一定因为。对不对？史考特终究是必须要上场去秀一下。史考特终究是要被打的。那关于他被打这件事，你们是怎么练习的？一样是？没有啊，就是打。他都不用做好什么准备，就是上来就是。有，他有准备，他准备很久，都已经准备一年了。被打这件事，他本身的耐打能力还算能接受吗？不行。没有啦，不可能像我们。不可能像我们就是真的这样子拼了命的这样真的挥下去了、嗯，当然还是会有稍微收一点东西，但是因为职业摔角的东西要跟乐手做互补的动作，就一定会有攻击某个人。那、啊、其他四个乐手里面，就是他们也有四个乐手，嗯、那四个乐手里面感觉那个坦天赋点最多就史考特，只有他可以出来、哦，那就只能让他坦，所以他要一个人负责挡这么多下嘛，还是大家其实还有平应该顶多个。顶多五下吧，应该五下的。哎、欸，你要想哦，他那个被打完之后，他还是要去打鼓的，希望他顶得住啊。啊，等下就摸着腰。那个，对，你就看那个叶子就他，我觉得叶子这样很对，就是被打完胸口之后，然后你就看他们打鼓的太鼓，出不了力，气在乱。真的、欸，他们打那也很辛苦，还要承受一次伤害、啊，真的，所以不行。一天五次啊，一天，而且我们要演两天。哦，我们还跟他讲说，因为第一天如果我们假设真的溺水平手要打下去，嗯、我跟他说你有没有穿，你应该会穿衣服嘛、嗯，因为溺水平手要如果真的劈下去的话，那就算穿的衣服还是会有个印子，你知道吗？嗯，啊，我们如果第一天先打了四五次。啊、你第二天如果你是脱衣服的状态，啊、你这边本来就紫的、啊，你可以带东西挡住啊。啊你这边本来就紫的，带一块牌子。你可能那个观众就会说暴雷暴雷。对啊，你一上去就说哦，这个等下会被打哦，这个哦，这个等下会被打、哦、都已经身上有标记了。对，带一个棉项链什么的来 cover 一下也可以。好，那值得期待，就快了。哎、嗯，十四、十五、十十五、十六、十五、十六是哪几？十五十六就是礼拜六日 ，OK，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加，感谢，还有购票资讯，差不多了，我们来玩这个今天的，本来这一趴通常打电动玩具嘛，不过因为上次大内有来，还是有可以玩一下配音，那我们要直接配音了，妈妈杰克，我看我们就只能配音玩看，因为这配音也很快啦，是吧？玩游戏吧。游戏都塞好了，两个都塞好了。我们来问问看最快的男人，你觉得怎么样？你问我麦卡贝小鸡鸡，我可能是这里最久的哦。麦卡贝最快的男人，我可能是在座最久的。麦卡贝小鸡鸡决定吧，你要干嘛？我要干嘛？因为两个都塞好了。他会说我要下班，好不好？我也想啊，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没办法。不然就直接配音吧，因为我们这个原本预计到三十分钟，剩五分钟啊。是，对啊，那就配音吧。OK， 好。因为原本这个环节虽然不是我想的，但我们原本是要玩游戏，然后我们分队，输的那一队要用这个配音，然后发到他们自己的粉丝团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只能够，我们现在就只能直接配音了，玩一玩就算，好像我们再发不怎么样就收起来，就拜拜。对，来，那这个应该就是上个礼拜的那个叫不一样，不一样了嘛？那这个是什么？啊，这一套是。这个还蛮旧的吧？这前阵子热上，这是假 K 笑脸 gay 那个、啊，对对对，那个叫做什么、啊？叫什么？详细忘记了。可是红的就这几个、啊，好像没有人在更新了。差点进去你不怕？这是里面很多讲的内容都很脏哎、欸，在节目上播这没问题吗？是还好，应该可以吧？还珠诺格格，还珠诺。这个还蛮好笑，这个蛮多的、啊。加好，加，我还有很多啊。这个是不是上个礼拜的？是啊，上个礼拜没有。可是
之后不是用配音秀吗？上礼拜不是用这个？配音秀也有，看你们要哪个。因为这个比较短。嗯，那就用短。哦。可是配音秀的素材比较多。那我都可以哦，你们随意选。那我们就用这个好了，这个比较短。好。先用短的玩一些就算。那谁要先来？我上个礼拜玩过很多了。没有，可是因为你上个礼拜玩过很多，所以你这个礼拜应该好评再连载。没有没有，这礼拜就应该休息。上礼拜你都没玩到，真的，上礼拜你都没玩到。上礼拜你早早就走了，你走了之后我们还要继续玩。对，我们让你玩。对，你只剩三分钟。对啊，来，赶快秀两个。可是我不知道我要配什么啊。没关系，想这现在就可以想，慢慢想，不急。你配完才可以走。这个都英文，我看不懂。不是，他我们配的可以是中文，不用是英文。你选。喜欢点进去就好了，我们还可以发到你的粉丝团。对啊，不用不用。你喜欢的话，读取有点久啊。可是这个图片跟那个什么配音秀很像，还蛮像，因为就是山寨的，对。哦，差不多啊，类型。罗虾呢？这个是双人的，对，然后给你一点大，他可以关一个就好啊。哦，他就是一个对话一个对话，他就是讲说，他刚刚内容就是讲说，你不去学校吗？然后他说，我不想去啊，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反正就是我的胃绞痛啊，就是一个人讲一段，然后另外一个人讲一段这样子的设计而已。没有，他可以直接消音吗？这上个不是用，他就不是、啊，因为他本身设计是这样，就还好，配音难度比较低。那怎么办？你要怎么配？你要配什么？配什么？不然你就。配那个露西嘛，就那个女生。露西，她叫露西吗？女生叫露西我也不记得，我早就不记得什么名字了。露西，手突然变这么大声。我们的摄影师受到重击，他刚刚彗星一击，他又侮辱我们了，是不是？不要再侮辱我，大声彗星一击。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鬼叫。这个好像六秒到七秒左右，算长的。你要讲什么？你有办法吗？我要想一下台词。一阵傻笑。这是机长在讲话吧？对，叫大家逃命。说他们等下遇到撞到山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好。怎么样呢？有一只龙朝我们飞过来了，大家赶快打开窗户跳出去啊！好了。可是他那个人的声音会不会被砍掉？不会的样子吧。有一只龙朝我们飞过来了，大家赶快打开窗户跳出去啊！还可以，那我们决定这个，等一下就发到你的粉丝团。对，他是按这个就可以录了，是不是？对，你可以找其他的东西配。对啊，我觉得玩点别的也行了。好，看你啊，看你。哎，可是他会永远消失，哎，消失啊，让他消失，不是要除给他？不用，哎，对，存起来。不用，这个回家再配。哦，好，麦卡贝自己有存。我想一下啊，哎，这个是什么？居然是有 ammo 哎 ，ammo， 他讲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笔借我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要用笔记？刚好我身上没有笔。笔记去对他的那个吧，他的那个位置。他对他时间之类要想台词。对，因为他讲话是有那个。上次大内也是。等一下哦。如果要记这一段的话，鼓不起来还是需要记忆一下。就等一下，他后面这段截的太奇怪了。有笔了，对他最后那段是强制消掉的感觉。对他最后强制消掉，所以看你有没有换片段被卡掉，尝试看看。我觉得这个讲的太超过，感觉会害你们被告，所以不会，法务很强的。看我们 LD 现在好好的，生龙活虎的呢，他得罪了这么多女性跟这么多的厂商，到现在还是好。在 LD 被告以前，我们都不用担心，你们都顶得住，好不好？
我顶不顶得住不知道，你要问那个麦卡贝尔法务，应该还顶得住啦。天塌下来了，有我先挡着，等我不行了就换下一个了。嗯，最后做了两个动作也蛮高明。对啊，左摇右晃的、啊。还小二吗？可以。这个是什么什么作品 ？OK， 好，试试看。司马街美鱼吧？是吗？是吧？对，好像是司马街的吧。各位来听我说，各位我要说了，先去跳个舞。LZ 是哎呀被啊，对不起，还想还想还想被 LZ 呀？可以可以，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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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听我说，在桌子前先跳个舞。LZ 全麦卡贝经济最小的，这样可以吧？上面那个要先删掉，上面那个没删掉，上面有个音轨、哦。好，按了吗？按，按播放。各位听我说，在桌子前先跳个舞。LZ 全麦卡贝经济最小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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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小鸡鸡应该是大鸡鸡啊，可以吧？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不然大鸡鸡找个东西来配吧。大鸡鸡找个东西来配，用我是不是？对。既然你都觉得自己是大鸡鸡，搏一下。你来找一个东西来平反自己。我看就是旁边史瑞克，史瑞克，史瑞克，对。哇，我刚才看不出来是史瑞克。Who knows where this Farquaad guy is? Oh, I do. I know where he is. Does anyone else?Nowhere to find him. 这好长啊！ Oh, I know, 对啊，两个人而且又长哎、欸，滚！还有一个别的史瑞克，有恐龙家族哎、欸，哦，恐龙家族，恐龙家族，恐龙家族，我靠 ！Daddy, you love me, listen to him. 好像也不容易。下一个，啊，我们真的好笑。哦，我觉得这个适合你，这可以，这可以，哎、这可以，你可以利用这个。看一下，我看一下，来，加油，加油。This is the part where you run away. 我觉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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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完全可以。你试试看，你试试看，这个你让我来配也可以。不行，一定要靠姚弟自己，要靠我自己试试。对，来，叫叫，告诉你，我有三只鸡眼，你想试试吗？是我的手啦。叫你。来 ，Go Go Go， 播放。等一下。是我的手啦！你要从头播啦！我刚从头播。告诉你，我有三只鸡眼，你想试试吗？感觉好奇怪。你是不是想约啊？是不是想约啊？是我的手啦！意外的适合你吗？好奇怪。手三十四页，这到底是什么？三十四页太短了吧？哎、欸，这手多长？手长，手前面有三十四页，太短了啦。好啦，算你过了。好，算你过，算你过。我会把这些全部发到粉丝团，是不是？这样子很奇怪。好啦，还不错啦，差不多了吧？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这一趴应该就是到这边了。OK， 下一趴卡主是不是还在？他还在，但是叶子要先离开、啊。好的， yeah. 那我们下一趴回来 ，LZ 会介绍一些小知识。对，我们叶子先要离开了，我们先休息五分钟。不不 ，See you next round。